Warning, sensitive images. Vegan, no? Imagine if you are tortured and killed. Each of Master's disciples has similar, different, or more inner spiritual experiences and or outer world blessings. These are just some samples. Usually we keep them to ourselves as per Master's advice. 敬禀至上的师父，今天半夜三点，内在师父叫醒我，给了弟子一张名单，要我去地狱帮忙救人出来。到了地狱，地藏王菩萨说，这些无间地狱罪人的罪恶太深重了，是不可能被饶恕的，除非你们师父亲自保释。我用心灵沟通回报给师父后，化身师父就亲自来了，很紧急地走在前面。我们到了一处无间地狱，这里的罪人都被裸体倒掉，再被开膛破腹，就像屠宰场对待牛族人一样。师父把其中一个人放下来，他跪在师父的面前，师父把他装在袖子里，然后又非常急迫地走到了另一处地狱。这里的人都被强迫灌食，养得肥到1000多公斤后就倒吊起来杀掉，让罪人们感到痛苦不堪。这些人是生前把猪族人强迫灌食，然后去参加神猪比赛拿奖的人。师父在这群罪人中找一个人，他已被强迫灌食，长成一滩大肉饼，倒吊放下来时重重摔到了地上。他跟师父哭泣，师父对他说，丧尽天良的下场就是这样，但是你还有一丝丝的忏悔心，所以我来救你。这二人生前都曾看过无上师电视台青海无上师的紧急讯息，致所有肉食业者与养殖业主，还有渔业、蛋、乳、皮草、实验室实验、化妆品和皮革产业，但不相信。最近下了无间地狱，受刑太苦时，想起了师父的开示，有一丝丝的后悔，因此师父就慈悲去地狱救他们。接着化身师父交给我两个原谅的小名牌，说还有两个你去救。师父力量让我来到另一个无间地狱，这里的罪人嘴里被强迫衔着铁车前面的横杠，奋力地拉着铁车，像我们把马族人的嘴套上马衔，强迫马族人拉车一样。罪人如果拉不动，就被不断地鞭打，打到皮开肉绽。这些是生前强迫马族人拉重车，残酷鞭打马族人的罪人。我拿出一个小圆牌，其中一人就因师父力量而脱身，我赶快把他装着，又匆匆赶到另一个地狱。这个地狱是用尖刀反复地在人的皮肤上刮着，像刮猪族人的皮脂一样，刮到血肉模糊之后，再放在砧板上把人剁成一块块。罪人们生前是卖猪肉的，因为卖猪肉就是像这样在猪族人的皮上反复地用刀熬刮。我拿出另一个小圆牌，当中有一人就脱身，然后师父的力量让我迅速地装着二人飞出了地狱。因为受刑罚太多，都不成人形。匍匐在我面前说，我们生前有看过无上师电视台，但是不听师父的劝告，没有改过，堕入了无间地狱。还好师父派你来救我们。我问他们，你们是受刑罚时曾经有想起青海无上师吗？他们回答说，
曾经有百万分之一秒的时间，脑中闪现出青海无上师的样子，所以师父就派你来救我们了。这印证师父在《摩西与蚂蚁十三支舞集》里开示的。I work with the heavens to put the that rescue area there, like a refugee camp outside of the black hole. That's for the hell beings whoever can.Just one split nanosecond, remember God, or remember the saints, or repenting, or calling for help. Then we can use that raft, yeah, to take them up to that area. 我又问你们因虐待动物族人堕地狱有多久了？他们说没有很久。所以还有希望被师父救出去。如果堕无间地狱久了的话，神智完全丧失，就不会再想起青海无上师或是任何圣人了。难怪师父要那么紧急地去救人，因罪人受刑时间久了，会完全想不起师父的样子，就求出无期了，实在是太可怕了。感恩无上师电视台在全球的播放，让一些曾经看过节目但仍犯错的人，在危难时刻能想起师父而得以从地狱获救，影响力真的是不可思议。感恩师父的无量慈悲与愿力，福我摩沙的了因感动功绩。 Vegan, choose it for your future.Each of Master's disciples has similar, different, or more inner spiritual experiences and or outer world blessings. These are just some samples. Usually we keep them to ourselves as per Master's advice. To watch and download more testimonies, please visit suprememastertv.com/2-heaven.